Hello, hello，今天吃什么呢？这家店旁边还有一个唱 K 的。这家店主要是吃 soba 跟乌冬的。它成立于1948年，然后2012年搬到了加州。第一个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一个综合的天妇罗，酥脆又新鲜。最爱的是这个炸红薯，还有炸鱿鱼的，很好吃。这个咖喱看起来很香，但是没有到很惊艳。接下来的这一个就非常适合我这种选择困难症了，它每一种口味的 soba 都有，你都可以尝试一下。夏天因为太热而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，来一点冰凉的 soba 是最合适不过了，尤其是这一个原亮绿抹茶味的 soba， 别的口味都只给了我一种，只有这一个抹茶味它给了两个。你们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最后是这个热气腾腾的鸭肉乌冬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这家店唯一一点让我不是很满意的地方呢，就是他们要等超久，不是因为他们人多，而是因为他们上菜速度非常的慢，因为他们是下单了之后才会开始做的，真的是速度比较慢。好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关注我，一起吃遍全球，不要忘了点赞评论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